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，绵延子嗣，才能江山万年，代代有人。王额娘教训的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严时期。甄嬛孩子团，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。是什么毒药？不出半年便会身至失常，形同痴呆。长得还算清秀。倘若来日诞下皇子又要怎样？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？宫里的不就是这样，算计着皇储，算计着名位，不算计就不能活了。那日在御花园第一次见你，独自站在杏花园里，淡然悠远的样子，仿佛这宫里的种种纷扰人事都与你无干，只你一人一世独立。父皇明妃何名铿锵，夫妻和顺恩爱，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。四哥，你的梦想实现了吗？夫妻最得宠的是甄姐姐呀，他们干嘛要把沈姐姐推下水呢？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？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。就算你不是有心的，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，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，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？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？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。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？他要来索命，尽管来索呀！皇上，你只顾姐姐有意之喜，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？双手的浑身苦痛，不治而死啊！难道我得到的一切，全是因为纯元皇后？若你肯，你还是朕的宠妃。朕待你还和从前一样。天下之大，容不下一个云，容不下一个甄嬛，我们没有选择。齐贵妃私通，罪不容诛。岂不是眼下之意，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意。请受甄嬛一拜，你救了云里的孩子。想让我查理我儿子，为了他在边关吹了三年的风，是不是也为了他敢谋夺朕的皇位？没有你，何来今日的甄嬛？哀家能有今日，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，自然感恩戴德，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。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。皇后，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，每一次与你接触，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，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。
上。